我忘了拿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别要了，现在保命要紧。那东西对我很重要，放心吧。哥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坐船走。我就叫嚣他们，给我回来！别管他们，咱们走。他们可是都是四十万美金了，他们舍不舍我朋友？阿迪，哥，你们开船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阿迪，快跟我走，我们有船。 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我们有自己的船，不用他帮忙。赶紧走吧。